这个霸总有点小帅啊！宁初姐和这个霸总好般配啊！丽丽腾，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啊，以后阿姨就叫你小丽好吗？可以，小丽好。哎，你看你也是第一次来我们家，你不介意阿姨问你几个问题吧？阿姨我不介意，你随便问。啊。哎， 这么多年了，咱们闺女头一回有男朋友主动上门，你别把人吓跑了。你说什么呢？我心里有数，你真的是。我看你讲这个人真是，来喝水喝水啊！哎，谢谢。我看我自己介绍吧。啊，好呀。我90年10月27日生，张北人。哦，90年的。啊，那你现在？现在在云城经营一家安保公司，公司的状况。 还不错，啊，那不错。年轻有为。你父母他们是做什么的呀？我父母很早就过世了，我没有兄弟姐妹，家庭关系吧还算简单。哎呦，对不住，你说阿姨也不知道。没没没。这孩子今儿是怎么了？这他怎么这么开心呢？ 念念，快点吧啊！居然上班该迟到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听不见，等我出来吧。阿姨，这不着急，女孩子嘛，我等她，慢慢等。哎，那就好。哎，要不我给你弄点水果去啊？你坐着啊。哎，你别动，你帮我一下。别动，来来来，你坐着啊。好。 完美！妈，你把我卷发棒放哪儿了？我昨天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今天回来接你，带你去巨塔拿琴。你也没说你要上来啊。妈，你怎么随便放一个男人上来啊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这小丽在这等你半天了。再说小丽也不是随便的一个男人呀。嗯。 怎么感觉我都不像你女朋友？那像什么？蹭车的。那你月底的时候，记得把车费结一下。
你干嘛把车停在这里啊？说完了。哎，哎，这不就是李小妍的车吗？哇塞，拉风的很啊！哪儿呢？那你等我一下。 我去拿琴。 哎，就是那个霸总总裁，我记得他。李小妍来签合同的时候，坐的就是这辆车。这是要上演一场霸总三角恋啊！哇塞，这个霸总有点小帅啊！哎，今天念书姐跟李小妍有没有对手戏啊？坐等在线吃瓜。<笑> 说起大明星啊，这李小妍要是不来排练怎么办呀？李总，你可要帮帮忙啊！这个团长你放心，我有办法让他来。啊，我太感谢了，太感谢了！哎呀，那个，你说第一次见面就帮我这么大的忙，我真是太激动了！我，哎，念初，去赶紧订个外卖火锅，今天李总不走了，中午在这跟咱们一起吃火锅啊！我。